为了逆光就拆不到的。做糍粑用的草跟藤子都要洗干净，叶子我们要煮一下，因为这个上面有很多脏东西，还要刷一下，虽然煮过了，但还是要洗一下。这个草要把它捶烂一点，然后要把这个水把它挤掉，只要那个树就行了。要反复捶打，把这水要挤掉，这个过程要反复好几次。那时候我来的家，我弄苹果。这个粑粑应该熟了，我尝一下。蛮好吃。